我曾经告诉我们大鹏部长说，哦，你要做国防部长了。他告诉我说，可是我没有投票给你耶。我说没有关系，把工作做好就好了哈。然后呢，中间有些时候他感觉好像想休息一下，我就告诉他说，你命中注定要跟着我八年的，所以我们就在一起八年了哈。我觉得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的确有些不平凡的事情。所以我对于这个国民党的立委在立法院给我很多的刁难，我觉得没有什么。假如刁难我个人，我个人不是完人，这个无所谓。但是如果讲到我的国军官兵纪律不行，没有战力，我绝对要对这一些言论做出正确的辩驳。一方面这是我的个性，二方面也是我的责任。我们今天在这里过得这么舒适的生活，前线的官兵、空中的战斗机的飞行员、海上巡弋的官兵，有一刻是休息的吗？精神都紧绷的。首先呢，我觉得非常感谢你在这段期间为中华民国的努力。那如果要我来评价我们所有民进党政府的官员里面呢，我最敬佩的一位就是你。是，因为不管有什么样的政治压力，你总是能够言你所言。那这件事情在这个的政府里面当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我们有很多的委员不分蓝绿提出退辅会应该要检讨的地方，你也都很率直的那马上去办。那我也希望下一任能够接任退辅会的主委的人能够效法你的精神，让我们的荣民荣眷他们感受到真的受到了照顾。是。那我首先呢想要请问一下，最近呢我们的陈建仁院长他做了一个指示，他说呢要在一个月内在军中研拟所谓的这个转型正义的小组。那这个转型正义小组虽然是在军中，但是对于我们的退辅会里面多多少少也有摆放一些蒋公的铜像，或是蒋公的画像，或是蒋公的纪念品。那这个对于我们的军眷荣眷来说也有相当的象征意义。如果未来的这些转型正义的小组要求我们的退辅会要一并的全部拆除的话，我想要请问我们的冯主委，对于这样子的立场你持什么样的态度呢？我坚决反对。坚决反对，可以向我们说一下坚决反对的理由吗？我想社会大众一定希望知道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人都反对这样子的事情。假如没有蒋公把黄金人才跟部队带到台湾来，今天不会有安定的台湾的发展。再讲一句，蒋公带到台湾来的部队不是串逃，而是有计划性的到这里来，将台湾成为复兴基地。虽然反攻大陆并没有执行成功，但是却把台湾建设成世界的这个，譬如说我们现在有护国神山了，我们有医院变成我们护民的神盾了，等等，这些都是蒋公带给我们的。假如这一些的事实只是看到他在这个所谓的白色恐怖中间抓到许多的匪谍加以处置，就认为这是一种残害，我觉得这是不公平不正义的，也不是全民所能够接受的。谢谢主委哦，您刚讲的话让我非常的感动。因为呢我的外公他也是湖南的老兵，当时1949年跟着这个中华民国政府军一起来到台湾。那在823炮战的时候，
他也跟着我们的国军弟兄一起上到战场上面，跟他的弟弟两个人为了台湾，为了中华民国作战，最后只生存下一个人，就是我的外公。所以我会觉得这些退伍的老兵，我们的荣民荣眷，或许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我们虽然有两岸军事的恫吓，但是至少都还是在一个和平的范围里面，没有人因为战争死去，没有人因为战争的关系造成家破人亡。我的外公虽然他活下来了，但他一辈子都想着他当初没有保护好弟弟，所以他最后抑郁而死。那这某种程度也造成了我们家庭的伤害。我的爷爷很早很早，在我襁褓婴儿的时候，他就离开人世了，因为不堪战争后续所带来的痛苦。所以我们才一直希望两岸之间，我们要备战，可是我们也要避战。是的，因为不希望像我这样子的家庭所发生的事情再发生在其他的家庭上面。是的，我们希望大家的家庭一辈子以来不需要受到战火的侵袭，就能够快快乐乐的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一生。谢谢委员。而蒋公他当时带领了1949年这么多的人到了台湾来，或许有一些的族群的冲突，但是隔了这么多年，我们也看到了族群之间慢慢的融合，很多人是外省的第二代第三代，也已经没有再区分了。像以我今年34岁，我的外婆是客家人，我的外婆是外省，我的外公是外省湖南常德人，是一名军人。我的外婆是烟酒公卖局的公务人员，是一名本省人。我的爸爸，跟我的这个，我的爸爸家族都是客家人。像在台湾年轻一代这样子的家庭非常的多，早就已经没有再区分族群了。是的，所以我也希望未来房主委，我很感佩你对于蒋公，在现在这个好像政府都要把转型正义当成是第一要务的同时，你愿意把自己的主张大声的讲出来。我也希望如果有下一任的退辅会的主委，他也能够像你一样做这么清楚的表述，因为这对于这些荣民跟荣眷来说，这是对他们的生活，对他们的信仰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那希望说主委是不是在您到时候人选接替的时候，也能够将这样子的主张向下一任的主委传递下去。是的，我会的。好，谢谢。最有感的胶原蛋白生态，即日起快点购全台独家贩售，养颜美容，增强行动力，打造有感每一天。小包装好携带，成分天然零添加，无西药，不含重金属，安心食用。两款包装给你满满胶原蛋白，桃红包装助养颜美容，蓝色包装增强行动力。心动了吗？现在就上快点购，一起健康下单吧。